听说狗哥家有私人医生，他一定能帮我找到产房。他家住几楼来着？狗哥住在111层。你怎么知道他家住几楼？狗哥女友火火是我闺蜜啊，上次生日来过一次。沈天，喝点什么？有咖啡吗？没有，狗哥喝咖啡晚上做噩梦。为所有爱执着自从。狗哥是成功人士，我看过狗哥的采访报道。我有私人产科医生，沈天你宝宝的事不用担心，我能见见这位医生吗？启动一级救援。我是狗哥的贴身产科医生啊，小雨女士，难道您有？你给我立刻！我是外星狼人，到地球后我要。沈天，你慢点，怀孕了还乱动，别动了胎气。你今天就不能陪陪我吗？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可照顾的？怀个孕还让我天天陪陪陪陪陪。算了，你这个大猪蹄子，我还是玩游戏吧。连手机也欺负我。拿着，我忙也是为了给你赚奶粉钱，明天我可不能再请假了。又生了，太好了，我给你拍下发给粉丝。